欢迎收看，我是丁贵族，欢迎收看南投新闻。为了改善草屯镇富林路一段660巷公所规划困难路段拓宽改善工程，特别举办地方说明会，邀请地主来参与，了解大家想法。经过讨论后，原则上取得地主的支持，所在公所将会把计划提上中央来争取经费，希望会当早一日来进行改善。30几百才是私人地尔，莫反对，予遮人甲遮人会行的路来安全啦。因为你伫这个富林路要出来这个，才即要转来，遮人遮住伫遮人要伫遮转来，拢爱来遮等，才活转来，这伤危险啦。受到地方说明会，草屯地民代表林金潭说明着争取着富林路一段，也就是S13号。困难道路拓宽改善工程的原因，在公所相当支持配合之下，会来拍通着路段，改善地方的交通，邀集地主作为参与会议，了解大家想法。尽量的解决，能够让它能够开城，不要说我们每天进出这边塞住，然后这边来的早上来的这边塞住，甚至于几乎每天早上塞车一直塞到后面去，我可能那边去，然后呢？只要有救护车下来，现在是几乎每个礼拜每天都塞在这里。救护车下来就救护车塞在这边，我相信这边住这边的人也都很清楚，每天都又塞在这里。伊就是这边52号去啊嘛，啊，咱这边若要新开路，会使搁给征收一条河文趟52号，河文若讲有当时对草墩来52号就直接灌在外地来咱的社区啊。因为当地大约100多户徛家，接到道路拓宽改善工程。草屯镇公所希望让周边的交通更便利，也减少意外发生。当中有30多户是私有地，透过举办地方说明会来取得地主共识，做着进一步的规划。这边的住户原本都需要透过富林路一段来做进出，而且因为有高低落差，车流量又多，车速又快，时常发生危险。那希望借由我们这个660巷的一个道路拓宽改善，让民众能够进出方便。我们要那个，要这个要我们要征收私有土地的话，哈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公所哈，给他更优惠，让我们的乡亲哦更放心，还不多入户。草屯镇公所表示，说明会了后，所来将计划送到中央争取经费，希望讲早一日来改善着道路。记者林雨欣，长报道。